今天我们来拼一款国风风格的拼图，来自敦煌系列的漫舞飞天，这个系列的也是最新做出来的，我一眼就被它的颜值吸引了。这里面还送了一个小型的拼图摆件，做工挺精致的。拼图一共有1000块，而且这个背面是没有分区的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我的思路是先把纸边的挑出来，然后再按照颜色的不同先做个分类。还有很多颜色比较杂的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分了。边上的都已经拼好了，但是现在不要把它们连在一起，先把这些相同色系的拼块全都拼出来，最后再把它们合在一起。拼图大面积的已经拼好了，我们把这些小块的还有边上的都合在一起。这个系列的还有一款我也是比较喜欢的，敦煌壁画是我国的文化遗产，它代表了地道的中国绘画精神，所以这款拼图拼好之后也是很具有观赏性的，就是难度有点高。